你以为有谁堪此重任？这个学生还没有想过。李文君，令尊大人不就是最适合的人选吗？凭朱老先生的威望，担任维持会会长，自可赢得各方的尊重。学生一定将老师的美意转达给家父。再次先谢谢老师对家父的信任。 那，你看看你回来办的这些事儿，缺人味儿啊！别拿你爹当傻子。什么维持会长？这不就是当汉奸吗？爸，日本吞并中国那是大势所趋。您不是教我学过天演论吗？适者生存。 优胜劣汰。洋人的天演论，你背的倒挺熟啊。我教你的忠孝仁义呢，都到狗肚子里去了。爸，您说那些圣贤书有用吗？梁鸿志，清朝巨儒，梁家璋的嫡孙吧，现在不也在南京组建维新政府吗？那是数典忘祖的败类。您现在心里不得不承认，日本人是不是比咱们中国强？ 一派胡言！小鬼子侵占我中国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还逼着孩子们学什么日文，这不就是想让我们亡国灭种吗？在他们的统治下，中华只能绝根，何谈兴盛？你真是个逆子！你自己卖国求荣，怎么想让我也助纣为虐是吧？不是。 滚吧！二少爷，这是我亲手给您酿的铜尾红，您尝尝。二少爷，我早就看出来您不同凡响，能成大器。 二少爷，看在相识多年的份上，能不能拉小的一把呀？啊！开车。二少爷，让我给您当跟班也成啊！二少爷，我给您擦皮鞋也可以。二少爷，臣家藏着俩伤兵，还有一个当官的，赶紧派皇军去抓呀！ 老婆，有句老话叫“久病成医”，我看再过些天。 我也可以给别人看病了。这从医可没那么简单，要想学的话，我可以教你。哎，好啊，老婆，您看，你要是不嫌弃我，我拜你为师吧。这拜师就不必了，我也是平时自己看医术琢磨的，再加上祖辈留下来的药方，碰到紧急情况，我才敢自己开方子下药。这样吧，你给我来，我送你本医书，有空啊。 你好好看看，好啊，大小姐是学西医的，陈老伯又懂中医，你们家真是血管中西啊！我们家不行，哎，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，既懂中医又懂西医。谁呀？北野玉昭，他早些年在东北待过很长一段时间。 以行医为名，背地里去为关东军做事。我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时候，他还经常给我们讲他在南满的经历。那时候我就知道，他不是个本分的医生。他算什么医生？充其量是个屠夫，嗜血杀戮，没有人性。等我伤好了，我再好好收拾他。 老师，经过查实，袭击皇军的凶手乃散兵游勇所为。他们原来都是靳宇堂的部下。抓到了吗？目前还没有，他们逃进了太湖。靳宇堂在哪里啊？学生一直在探访他的行踪，但是还没有找到任何踪迹。这种心腹之患，
必须尽快抓捕。是。你们两个很爱苏州吗？我很爱苏州。八年前我就曾经来过苏州，惊叹不已，想不到中国还有这样美丽富庶的地方，人人脸上都充满了笑意，不愧为人间天堂。现在依靠皇军的神威，苏州终于掌握在了我们手里，我要实现夙愿，把它建立成为大东亚共荣的典范城市。我是个医生，喜欢解剖，喜欢用手术刀去治病救人。如果把苏州比作一个人，那么经过战争后他病了，到处都是创伤，想要治愈他就要给他动手术。你们俩就是我的两把手术刀，那些敢与皇军作对的抗日分子就是溃烂的盲肠，如果任他们发展就会危害苏州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。所以你们要抓紧搜捕，将其干净彻底地清除掉，明白吗？是是。朱局长，找死啊！我是给朱局长送酒来的。朱局长，你去告诉皇军，桶里藏着两个伤兵啊！快滚！等等。放开他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朱局长，你去告诉皇军，桶里藏着两个伤兵啊！什么伤兵啊？抗日的伤兵啊！还有一个，有一个姓什么？靳宇堂？对对对，就叫靳宇堂。进去说话。哎，朱局长，朱局长，朱局长。说吧，靳宇堂藏哪儿了？还能藏哪儿？陈家。陈家？陈家前两天我去过，你不也在吗？前两天您去搜的时候，大小姐把那两个人由读书楼藏到了小西院，所以你就没搜到。大小姐把那俩人救回来以后，陈老爷天天用祖传秘方给他们配药，大小姐天天给他们疗伤，这些我都偷偷看在眼里。这次我带你去，一定能把人给搜出来。有意思。朱局长，有赏吗？着什么急？少不了你的。其实我也不要别的什么赏，给您当跟班就行。抓住了靳宇堂，就跟着我朱立文干。谢朱局长。行了行了，一坛酒不算什么。集齐，到，一分队集合。是。慢着。不集合了，下去。这是我们朱家和陈家也算是世交，这节骨眼上我还想娶大小姐，我亲自上门抓人不太合适吧？朱局长，不还有我呢吗？我骨多愿意为您当牛做马冲锋陷阵。好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骨多，马上去宪兵队找松井少尉。宪兵队？哎呀，你不用怕，我先打个招呼呗。啊，你就说是我的手下，皇军不会为难你的。真的？来，拿着，防身用。给我了？给你了。我终于有枪了！我终于有枪了！我终于有枪了！枪口别冲着人。
过来。啊！千万不能伤着大小姐。您放心。那陈老爷怎么办？他这把老骨头可是又臭又硬啊！知道他平时怎么说您的吗？平时怎么说我？我心里明镜的很，压根一句好话都没有。你这回到他们家，他如果还是那么顽固不化，你自个儿看着办吧。让开！看到皇军不知道躲吗？玉兰，二小姐，别去出场了，鬼子来了好多，快跟我去找我姐，快走。让开！等一下，玉兰，你们赶紧带着金少校从后门走，去湖边找顾三哥，他会帮忙的。大小姐，那你怎么办？不用管我，我会说日语，而且是别的学生，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的。你们快走，快走，玉兰，快走。太君请。顾多，你要干嘛？都给我听着，这里的人谁都不能出去。是。老爷，他们打人。古多，你带那么多日本兵来干什么？老爷，您没想到吧？古多现在已经是皇军的人了，今天到陈家来，是为了抓靳宇堂，还有那个姓白的副官。哼，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老夫错看你了。甭跟我耍主子威风，古爷现在手里有枪了，不怕你了，给我闪开！别耽搁我抓人。古多，你到底要抓什么人？靳宇堂，大小姐，你不是把他藏到读书楼了吗？这人我早盯准了，不要给他啰嗦了。是，太君，请。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什么？我们俩干什么？你们，快走！等等，哎，坏了，我换下来的衬衣忘在楼上了。啊？那算了。不行，衬衣是国军统一定制的，上面还有血迹呢，我得回去拿。少校，来不及了，快走吧。不行，这样会连累大小姐的。我算了，快走。在哪里？太君，生气的不要。太君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咱们找陈老头要人去。快走！太君，请。船呢？快去给顾三哥发信号。对。哎，朝哪儿放啊？这能放吗？啊，我来。啊，金少校，没事。
么意思？太君，不会是在方案号吧？得赶紧派人找一下。赶快去找。是。你走，快走！不行，不行，快走啊！来了！快！别碰我！太君，人都到齐了，全在这儿呢。行啊，古多，刚当上狗就反咬一口。闭上你的臭嘴，在皇军面前你还敢乱说，找死啊！我怕什么呀？人又不是我藏的。苏婉儿。陈老太爷，你们怎么就不识相呢？乖乖的告诉太君，人都藏哪儿了，不就完了吗？要是把松井太君惹急了，这陈家上下几十口都活不了了，通通死啦死啦的。古多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陈家哪里亏待你了？太太，老爷，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在陈家这么多年，就为了等今天。当初如果你们肯放了我妈，我肯定给你们当牛做马。可你们把他给逼死了。我要你们偿命！太君，我们在湖边只发现他们两个，没有发现其他人。他们是什么人？这是陈家第二小姐。古多，你这狗汉奸！二小姐，对我说话放尊重点，不然等我娶了你，我会天天教训你。还有，过两天我就像老爷、太太求亲。大小姐，那两个伤兵是你藏起来的，你就告诉我他们藏哪儿了，不然皇军真的会把你撕成一条一条的喂狼狗，你就告诉我吧。就是他把金玉堂藏起来的。
金羽他去哪里了？不错，那个国军的军官是我救的，但是他醒了以后就被他部下抬走了，去了哪儿我也不知道。既然是你救了靳宇堂，我可以把你当成抗日分子严加处置。作为医生，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。战争期间，交战双方不得对医护人员有任何伤害，为国际通令。难道你们日本人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？更何况我还是北野玉昭的学生，你们竟敢在我家里如此放肆！这次的行动就是北野阁下下的命令。大小姐，你要是想见北野阁下，我现在就带你去。好，我可以跟你们走一趟，但是你要先把我的家人放了。住手！我是陈家的一家之主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？那两个伤兵是我放走的，与我女儿无关。老爷，这是我最后叫你一声老爷。不想死的话，就告诉我，把他们都藏哪儿了？畜生！你他娘的找死！把他带走。是。走。老爷，老爷，站住！你们，老爷，我多，我是个畜生。拿着呢。看到了没有？要不配合的话，老爷可能就是你们的下场。武都，看在陈家养你多年的份上，你去跟他们说说，求他们放了老爷吧，我求求你了。求我？你们陈家也有求我的一天。妈，你怎么能求他呢？要是我爸再也不会让你求这个卑鄙小人。古多，我们陈家一直拿你当亲人一样干，你但凡是有点良心，赶紧让日本人把我爸放了。别再给我拿小姐的架子，可能你们还不清楚吧，陈家已经完了。如玉，要不是我看上了你的话，你现在已经去慰劳皇军去了。哎，二少爷，是人是鬼不重要，臣自悟，这个老东西当了一辈子的老爷，今天轮到他过苦日子了，谁都不准跟过来。古多，古多，二少爷，放开我！这帮王八蛋，王八蛋，刽子手，杀人犯！太君，他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太君，他说您该死。畜生！你这个卖主求荣的东西！老东西，骂人都不吐脏字。顾多佩服，但你别忘了，古爷现在手里有枪了。你妈接了老子一枪崩了你！来呀，有种就开枪吧！你他娘的真不怕死？王八蛋！皇军该死！你真的很想死吗？枪掉！来吧，往这里刺啊！刺啊！
来干嘛？我们家老爷就是被你们害死的。陈夫人责怪的是陈老伯的死，锦谋难辞其咎，请允许我为他赏一炷香，我欠陈家的日后一定补偿。补偿？你拿什么补偿？滚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妈，妈，害我们的是古多和小鬼子，不是靳少侠，你别这样。如玉，扶我回房。愿意用我的命去换。陈老伯，你对靳某的恩情，靳某莫齿难忘。我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会为您老报仇。靳少校，等一下。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白副官，三哥，到门外等我一会儿。啊，是，好。你的伤好点了吗？要不要我再帮你包扎一下？不用了，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。白副官会照顾我，等我伤好了，我会召集被打散的兄弟们，继续跟小鬼子拼。我在陈老伯面前发过誓，我保证说到做到。杀鬼子也不能不顾自己的性命啊！我可不想再看见你倒在战场上。我会当心的。今日一别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见面。有些话我一定要说。我曾经在陈老伯面前提过。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。我把你们家害成这样，哪还有脸提亲啊？不过，我对你是一片真情。如果我锦玉堂侥幸能够活着回来，我一定来找你。靳少侠，我不能给你任何许诺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靳少侠，白副官上车了。三哥，我们不走了。三哥，我们要留下来照打散的兄弟，干脆你也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鬼子吧。对，谢谢二位的好意。鬼子呢，我照打，但是我顾三有自己的主张，就不留在这儿了。也好，人各有志，不可强求。
三哥，兄弟只有一事相求。金少小青讲，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大小姐，还请三哥替我好好照顾她。嗯，金少小放心，顾三尽力而为。好，大恩不言谢，拜托了。那顾三先走一步，保重，告辞。保重。嗯，你小子是真够狠的呀，打小你在陈家，陈老头对你也算是恩重如山，说杀就杀，这我将来重用了你，还不得反咬我一口啊。局座，我古多善恶分明，绝不是那种恩将仇报的小人呐。当年我妈因为弄丢了珍珠塔上的两颗珠子，他们把我妈活活的给逼死了呀，这仇我能不报吗？陈家不是我的恩人，是仇人呐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那这个仇必须得报。行，有股子狠劲儿。这样，咱们警局现在为了追击靖宇堂和那帮空党分子，特别成立了一个侦缉队。哎，我觉得你挺适合当队长的，怎么样？多谢徐座。徐座，您的大恩大德我绝不会忘记，以后您指东我绝不打西，您光膀子我就光屁股。好，那我先给你30个人，装备和武器我一同给你配上，记住了，跟我朱立文好好的干，不会有亏吃的。局座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行了，吴队长，站起来。有句老话你知道吗？您说。岳父大人，您在天有灵，睁眼看看，我要娶您的女儿了。正是来求亲。古多，你痴心妄想。如云，二小姐不要发那么大脾气嘛，陈家有俩闺女，理应有一个就是我的。那你们就等他报复吧，在这里没有活路了。如云，就拜托你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二小姐的。把二小姐给我找过来，要不然我就毙了老夫人，就杀了朱立文、古多这两个狗东西。我们少东家刚才一直在楼上等你来着，可是临时有事儿，他就先走了。方云哥，他到底在忙什么重要的事儿啊？这小子鬼鬼祟祟的，身上还有一把枪。马上提审。我这，是我们少东家，我们少东家。大老爷遇害那天，方云也在洞里，很可能凶手就是他。别过来！你会用枪吗？就敢拿枪顶着我！方老板，不要开枪！我操！你们要把他带哪儿去？警察局，我们朱局座正亲自审问他，凭什么把我抓起来？一个珠宝商怎么会有枪呢？我现在手里有你同伙的证词，怎么样，方老板，敢不敢当面对质一下？
只有幸，那天你披着大雨，我多么想让你来我怀中躲避。纪念光景，看尽了残垣断壁，梦里花开，那是你种的春季。风霜相提，长云淡去，在掌心，我。